柔又细腻的嗓音，充满疗愈的力量。歌手刘若英日前无预警地推出新歌《黄金年代》MV 当中，刘若英和十二位现代舞的舞者在光影交织的变化当中，传达凋零后重生的艺术印象。不过，更令人吃惊的还有这一段。选择去相信某天，我们在哪一段有些交换。刘若英吊起钢索腾空表演，高难度的动作一般人做起来并不容易。刘若英透露，为了这段提前到现场排练了3个小时，幸好平常就有运动的习惯，核心肌群力量够强，才能够成功的完成后空翻落地的动作。不过这早已不是她第一次的腾空表演。10公尺的高空绸吊不断地在空中旋转，刘若英在10年前的演唱会当中，这段优雅的表演依旧让粉丝相当难忘。这次在 MV 作品里甚至还加上高跟鞋，展现高难度的演出，粉丝们看完后都纷纷大赞刘若英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你都如何回忆我，带着笑或是跟着我，刘若英去年经历丧父，让她在演唱会中一度哽咽唱不下去。刘若英决定暂缓脚步，重新审视自我与生活的关系。透过最新的作品，刘若英传达出自己的心境，不管时间怎么样流逝以及变化，她都要带着这些美好一起老去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